2018女足世青赛分组揭晓，中国与德国、尼日利亚同组。北京时间3月8日，2018年法国女足世青赛抽签结果出炉，中国女足国青队与德国、尼日利亚、海地分在 D 组，世青赛将于今年8月在法国打响。具体如下： A 组法国、新西兰、加纳、荷兰， B 组朝鲜、英格兰、墨西哥、巴西。 C 组日本、美国、西班牙、巴拉圭。 D 组德国、尼日利亚、中国、海地。